各位同学，阮即摆开始上课，请大家起立。行嘞，大家请坐。各位学员，大家平安，大家好。咱今仔日的主题吼，解脱，吼，因为咱已经受咱头壳受着污染吼，68年。啊、所以一挂毒素啊，一挂无好的观念嘛，是一挂偏差的认知吼。咱来经由这节课来解读吼、哦。上外课袂无聊啦吼、哦，注意看哈、哦。他没有办法下一页呢。接收器在哪里？开哦，好，多谢。来，甲大家分享一节圣经节吼。敬畏耶和华的是智慧的根本，既然才有安尼行的，才有聪明。耶和华的名声直到永远。诗篇111篇第十节。咱人的一生吼，最重要的，你追求一个物件叫做智慧啊。智慧是咱一个。追求人生价值的终极的目标啊！吼、哦，啊，今仔日要讲的呢，大部分吼、哦，咱这个世界吼、哦，有三个战处啦。吼、哦，咱对地球来讲有三个战处，第一个常识嘛，吼、哦，常识。啊，第二个就是知识，啊，再来智慧。啊，智慧是对领受来的啦，对许未雄雄造出来啊。吼、哦，咱一直经过不断的学习。咱呢，这个知识，吼、哦，啊，把这个知识实做，活在咱的生活中间，叫做常识。但是知识会当教，智慧敢有法度教？讲啊，我开一个课来教智慧，无法度啦，吼、哦。啊，咱今仔日讲的课，大部分会停留伫这个知识，吼、哦。啊，智慧有当时啊是机会、机缘，你就会得到。哦，来，今天要教的是逻辑啦，哈、哦，逻辑的关门叫做 logic， 哦，逻辑哈，伊、哦、是伫这个，一、這个对这个欧洲哈，希腊的这个哲学世界哈，因、哦、对这个语言中间哈、哦，去发觉讲，哎、欸，那你语言的中间哈、哦，有一种秩序，哦，秩序啦，所以有逻辑的存在啦，好、哦、啊，逻辑是一个做复杂的这个知识体系。啊，今仔日简单介绍几个观念安尼尔，吼、哦。逻辑有三大定律啦，第一个是同一律，同一律是啥物货呢？就是 A 等于 B，B 等于 C， 所以 A 等于 C。吼、哦，这个同一律。阮爸爸是查甫人，查甫人有发喙手，所以阮爸爸就会发喙手，安尼个同一律啦。啊、哦，这个同一律。来，耶稣有讲过一句话哈、哦，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有当时咱中文咧看的时阵哈、哦，咱无法度了解讲迄个原文的什么意思啦。啊，咱看英文哈、哦、，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今仔日民政府咧甲咱教的就是哈、哦，就是法律啦，国际法啦，法律啦。啊，这个法吼，咱讲这个法吼，无法度，有法度，迄、那个法，冇迄个路的意思啦，哦，路啦，啊，咱若无法理吼，咱安怎解读吼，迄、那个路拢未通啊，啊是讲要通伊，咱也无爱啦，咱安怎行拢未通啊，啊，当你有这个国际法理的时阵吼，你较有路通好行，你较知影路是为倒位行啊，哦，咱解读人讲解读吼，那。全民来投票啊，通过就通过啊，万一若输伊咧，咱就慢慢变统一。啊，有人讲啊，那办身份证吼，办咧300块，办100万张吼，我知影有一个联名咧办啊，讲办100万张，咱就当独立吧。
那投票就当独立，那办身份证，咱就当独立的话啊。咱这个，迄、那个台湾的东南海边有一个美丽岛叫做南苏嘛吼，伊遐有原住民叫达悟族的嘛吼，因有六个村，吼、哦，因有六个村啊，差不多因迄族的人有两千几名，啊，因就当独立吧，是不是？伊六个村的长老啊叫来开会啊，讲我来建立一个。一、那个达悟族的这个国家共和国，啊，因家己办家己达悟族的身份证，啊，因家己投票，全民因为拢伊族的嘛，啊，全民通过，啊，因就去选联合国申请独立啊，敢会使？啊，无咱桃园县，也是咱高雄市、台中市，咱啊拢来家己来独立，啊，拢来家己联合国，啊，一个台湾变作过来回湾国，敢会当安尼？那有法啦，独立哪有法啦？这个方法哪有法早就独立吧？所以，咱若要爱有一个活路，一个活命吼，咱要遵照一个法律啦。啊，咱今仔日台湾民政府一直咧甲咱教的是这个法律，一直咧甲咱教的是这个国际法，吼，啊，伊是一条路啊，吼，伊是一条路啊。来，矛盾率吼，矛盾率要安怎解释呢？咱来看案例一，吼，咱看影片案例一，有当时啊。用文字你无法度解释，啊！你看影片就知哦，原来这个是矛盾率啦。我们家没有人有绿卡的，以亲的方式取得了绿卡。一共有没有绿卡吗？从来没有听过。阿公，以亲的方式取绿卡，送钱给我。是制药工会捐款，马英九五十万。一共没有工会。哦，工会捐款五十万，年都没有任何的进出，它那个量很少，而且时间也很长。啊，到底有进出还是没有进出？好，可以关掉。马永久跟你讲的嘛，哦，因全家都没有人有绿卡嘛，哦，啊，但是都无外久，人媒体访问落甲逼落，哦，我是以依亲的方式取得绿卡，啊，到底有还没有？这就是跟你讲的矛盾率嘛，哦，称自己的说法就矛盾了啦。来，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咱讲笑话也是讲故事啦，吼、哦。这个我接续即讲的即句话有矛盾啦，吼、哦。有一只乳牛吼，伊甲即个摄影师讲啊，讲，哎，摄影师，我想要拍一张彩色的大头照。彩色的跟黑白差在哪里？乳牛拍不出彩色的大头照啦，这样了解吗？这就是矛盾率啦。哦，乳牛伊的欧贝啊，你给摄影师讲会拍出彩色的大头照。来，排中率较歹了解啦，吼、哦。排中率就是吼、哦、有甲无吼，唔、哦、是有啊，就是无。伊这有甲无的中间吼、哦，无模糊地带，无任何的可能性啦，就是活人甲死人。无迄个安那哇那安那死迄款的人，无美丽就是哇，啊无就是死，吼、哦、光甲暗，无就是光，啊无就是暗，无安那光那暗，讲、哦、我活在光明的黑暗中，即句话就是一直犯了这个排中率啦，哦，来，逻辑这三大律令讲了吼。哦那来讲一个逻辑的谬误，逻辑这个谬误的意思就是讲吼，伊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啦。吼、哦，你乱用逻辑就产生这错误的理解。来，月球有没有生物？嗯，大家学过基本概念的吼，月球有没有生物？敢有？无嘛吼，来，我用逻辑证明月球有生物哦。生物的基本条件要有水嘛，哦，地球没有生物的几率是二分之一，有跟没有，我都要讲的迄个排中率嘛，哈、哦，啊，地球没有水的几率是二分之一，好、哦，有跟没有，有水跟没有水嘛，哈、哦，来，所以地球月球啦，月球没有水，同时没有生物的几率的是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等于四分之一。好、哦，阿基曼出现了谬误了，来。所以呢，一减掉四分之一等于四分之三，四分之三大于四分之一，所以
月球有水也有生物，对不对？对不对？唔对啦，因为你若把这个逻辑推演吼、哦、反过来哦，我这怕唔对啦哈、哦，这是月球啦哈、哦，反过来啦，月球有生物二分之一，月球有水二分之一，啊，你改反过来，月球有水同时有生物的几率是四分之一，啊，你减过来也是一样啊，证明月球没有生物啊，所以这个这逻辑谬误啦，你看逻辑吼。你的变相啦、命题啦，唔对而已吼，啊，就产生错误的这个答案跟结果啦。所以议题吼，你提出的时候，我唔是讲问题啦，我讲议题，议题就是针对一个议这个代志，也是讲是一个趋势、一个看法吼。提出的议题若是错误的，你得到的答案就是错误的啦。所以最近无有迄个媒体咧调查讲，台湾人。战线统一的，还是讲战线独立的，到达百分之多少有无？有这个新闻出来嘛？吼，啊，伊就一定甲你问嘛。某比人，阮是啥物？民调中心啊，请问针对台湾的未来前途，你是战线统一，还是战线独立？啊，你干那选这两项尔？你无得选啊？啊，但是你若有来上过台湾民政府的课，吼。你就袂去做迄个选择，因为伊迄个议题敢若有两个答案尔，互你选尔，甚至第三个讲讲保持现状，你嘛没有意义啦。你错误议题，你无法度行出正确的路啦。来，逻辑的应用，来，这同一率的例子啦，吼，同一率。大日本帝国的敌人是美国，美国的朋友啊，是讲盟友是中华民国。啊，所以大日本帝国的敌人，中华民国，对不对？对不对？对啦，靠信心的对啦。哦，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啦，啊，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啊，这同一律啦，哦，这就是同一律。来，咱开始要解读之前，要让大家有一挂解读的工具啦，哦，解读的工具，咱来看案例二。In your office or at home. 你看这个人面吼，会对这个镜头安尼哦，话来话去个。And it's up for sale on the website now. Oh, 那头先看的时阵，这是扑起来，对不对？但是，当伊个镜头斜过头去看到后边的时候，你就知讲，原来咱他都要看到是奈落去的，这个面具啦，哈，这个面具是奈落去的。但是，咱咧看这个还袂看到伊镜头斜过去的进程，咱的镜头安怎斜，迄个人面敢那一直咧看你，对不对？一直咧叮当啊，哦，这个咧要和咱讲，要甲咱讲什么道理？就是讲，你要改变你的观点啦，你就有新的看见。改变什么观点？因为你看这个面具的时阵，有一个特殊的，啊，种特定的这个角度。你若伫这个角度看，永远拢是正面，因为伊拢一直在甲你看。但是你若超过这个角度，这个限制。你得看到真相，原来伊是奈落去的，哦、我这是一个概念哦，哦，我这是一个概念哦。来，解读的工具第二，咱来看案例二。暂停，暂停。咱看这个影片的时阵吼，哦，看到两个杯啊，一个这个碰椅啦吼，啊，之后一百度啊，伊开一个球变大啦吼，来继续看。
感觉足神奇无？你爱脱离你受限制的角度，因为当咱看第一步的时阵吼，咱的认知已经甲咱讲，哦，也是做碰椅，会当坐一个人，吼、哦，啊，迄两个头前到后边迄个杯啊，是讲迄个碗，差不多变大，还佫有一百度，一百度可能碗那真大，但是这是用着一个即、這个咱讲摄影机的即个镜头吼，甲、哦、即个比例放大。缩小的这个深度，伊讲景深呐、啊，吼、哦，去做，甲你做一个视觉，甲你骗的这个的方法。咱这个台湾即马吼，因流亡政府的媒体做些这种技巧呢，这种伎俩，你敢知？咱咧看的时阵，当时啊，咱看代志，受到咱本来固定受限制这个认知所影响，所以咱看代志变作是讲，一开始咱感觉是真诶，但是当伊人刷叮当的时阵，咱讲啊，原来咱看诶拢是假的。所以第二个工具就是讲，你爱脱离受限制即个角度。含第一个做成啦，但是第一个吼是你爱跳出迄个角度啦。啊，第二个就是讲，你爱你家己有已经先入为主迄个观念爱打破啦，吼。来，解读的工具第三，咱看案例第三。刚刚什么无同款了？其实一张黑是一张图平啦。主要是一个雷，这第二个雷哦。这第三个雷。要跳出预设的框架，你看到的拢不一定是真的啊、哦！但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其实伊不是拢共一个物件、哦。伊第一个嘞吼，伊有一粒迄个地球仪嘛，啊，但是他边啊迄个册是真的，但是伊迄个地球仪迄张纸吼，背面迄张纸是假的，啊，但是伊的镜头就爱。伊个若走一个角度，伊就看出来啊。但是伊镜头就是在设定迄个角度，和你感觉讲迄是真嘞，吼、哦。所以你要跳出你预设的框架，吼、哦，跳出你预设的框架。来测验题啊，好、哦，咱就来测验了。三个工具给你啊，来做一个小测验了哈。来，咱这个伫地球表面哈。哦诶，方位就是东西南北嘛，是不是？冇唔对嘛吼。虾米人会当甲我讲，地球至少有两个所在吼，它没有东西，它没有东西向哦。我是甲你讲真诶哦，地球有两个所在没有东西向，至少两个所在哦。你莫讲迄个
台底也是空中，好吧？都以南北极嘛，南北极你指南针去的时阵就无好呀。我徛伫北极的时阵，每一个方向都是南极，是不是？我徛伫南极的时阵，每一个方向都是北极。所以呢，去探险队哦，啊，指南针、指北针吼，啊，行到南北极，行到南极煞无好去，因为东西南北是咱定出来的嘛。叫你讲，迄个南北指南针、指北针，伊是利用地球的磁性来做引导方向的嘛，吼，哦，啊，但是咱若无跳出这个思维，那你讲，奇怪，迄，那个指南针它到遐煞无好去，啊，无好去吼，那中国的思维讲啊，这可能。有排名啊，还是讲有啥物哦风水无好，啊，即个磁场安怎样？哦，跳出原来思想的框架了，哦，所以咱简单的复习了哈，改变观点，新的看见。第二，脱离受限的角度。第三，跳出预设的框架。这是一种思考的习惯性，你要保持这种习惯性，哦。咱往往咱的思考有思考惯性了，啊，你要保持这种习惯性了。来，台湾法律吼，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啊，其实甲大多爱三点有关系啊。耶稣阁有说一个比如，伊讲吼，无人甲衫吼新衫啦，拆一块布啊，补伫旧衫啦，吼啊嘛无人甲迄新的旧衣较迄个中东迄个所在较早古早咧底旧拢用迄个皮做的底啊底嘛吼，新的旧底伫即个旧的皮。皮底下来底啊，伊若讲若是安尼吼，新旧的甲即个皮底啊吼，钱甲劈开啦吼，啊是安那新旧的钱甲劈开就是，伊旧吼会发芽、发酵啦，啊有二氧化碳产生嘛，啊因为旧的已经腌过啊嘛，伊弹性疲乏，爱会劈开啦，所以吼新旧吼爱底伫新的皮底下来底啦吼，啊无人啉了旧的酒，佮想要啉新的，伊拢嘛讲旧的较好啦。这个圣经站吼，伫这个圣经内底，马克福音书第五章，这个36到39节，这个故事咧，甲咱讲啥？因为这个耶稣来世间吼，伊甲咱传一个叫做天国的道理，啊，迄个时阵人拢听无啦。啊，今仔日民政府嘛咧，甲伊传一个这个新的法律啦。你若用旧的思想吼，你若无用新的观点，用旧的观点去看法律，你看无啦。啊，就开路宣言啊！咱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都开路宣言讲的啊。啊，你若无脱离受限制的角度吼，你唔知影咱台湾法律是咧讲啥物货？啥物叫受限制？咱就想讲国际法吼，啊，就像咧条文啊，伊个宪法第一条讲啥物货，第二条讲啥？国际法其实唔是咧讲这啊，吼。啊，你若跳无跳出预设框架讲啊？啊，这就是台独的其中一派尔，因的论述叫做日俗美战啊。你的框架呐是搁一种独立的框架，你永远的读无这个台湾民政府的这个法律是啥物货啊？哦，所以这个新酒装在新皮袋里的意思是安尼啊。所以用新的观点理解新的代志，脱离受限制，才会当创新。哦，你莫用预设的。哎，卖用预设立场，你要用新的心来面对啊！好，哦，新的心来面对啊！你卖去预设立场，这只我甲阮朋友招啦。哦，啊，你搁咧消降低啊？测验题啊！来，看你有跳出新的框架无？铁跟棉花哪一个重？哦，一样重，铁比较重嘛，哈，比重比较重嘛。你那个铁丢到水里面，马上沉嘛。啊，棉花还会吸水吸一阵子才沉嘛。好，哦，没错吧？我说的没错吧？哦，因为下面有人说一样重，害我稍微失去了信心了一点。好，哦，来，测验题的是讲一公斤的铁跟一公斤的棉花哪一个重？一样重啊，哦，这是我小学哦，用门啊，用红骗你，哇，当然是铁啊，铁当然比较重啊，因为我没有跳出铁比棉花重的思想框架，哦，这个测验题哦，
还有一个测验题哈，那顶礼拜讲过啊，唔知有人听过无啦吼？个一个测验题啦，有一个大人带一个囡仔去公园佚佗，这个、大人和迄个囡仔去耍沙，然后一个人来问这个大人讲：“迄、那个敢是恁囝？”迄、那个大人讲：“是。”伊问迄个囡仔讲：“迄、那个敢是恁老爸？”伊讲：“唔是。”我。这声，这个大人跟迄个囡仔什么关系？这个大人是迄个囡仔的什么人？跳出框架哦，朋友，叔叔，伊讲迄因囝呢？迄因囝呢？啊？什么关系？迄足简单的啦，有关系啦。因老母啦，哦，有无？大家拢哦。我这个问题已经给你设置框架了，有无？我的问题该讲，啊，迄、那个囡仔问迄个囡仔讲，迄敢是恁老爸？你得想讲老爸嘛，你得想起老爸嘛，你袂去想另外一个，哎、欸，一个囡仔一定要有一个老爸老母，较生出囡仔嘛，吼。咱无论伊是啥物生父养父啦，反正伊就是一个男一个女嘛吼。听讲最近有一个法案要通过，讲拢会使啦吼。大家人去关心一下吼。所以这个问题已经给你设置一个框架，你无跳出那个爸爸的框架，你袂想着讲迄是老母啦。所以你要甲老母这个人甲设计白，你也知讲啊，这个问题合理。迄是毋是恁囝？是啊，迄因囝。啊！问因囝讲，迄敢是恁老爸？当然，迄个囡仔感觉真奇怪啊！啊，着阮老母，你来问我，敢是阮老爸？吼！来，咱来看案例四。Case 004 Case。Spot the octopus on the coral reef。你刚刚看到什么物件 ？Now you see it。你看不出来哈、哦，看不出来哈、哦。It's camouflage, the evolutionary animal adaptation that allows brains to triumph over brawn. To understand how it works, researchers are turning to an octopus cousin, the cuttlefish, a master. 哎，你刚刚放的是 case 四吗？刚刚放的是五哦，刚刚是五哦，哦，安尼他多啊，迄个是案例五，哈、哦，来，案例五，咱来看这张图，刚好看到内底有啥物物件，有人看到熊哦，有人看到猎狗、哦，刚哥有牛，哦，我看到牛啊。连我都看不到嘞，哈、啊，狗，这一只狗啦，有看到狗牙手，哦，大部分看到狗哦，啊，佫有看到别看到牙手，除了狗以外，来，我甲你讲，这吼，这一只狗啊，一头阿勒，伫涂骹，啊，这伊耳有无？啊，这伊脚只片，啊，这有一个尾啊。啊，这伊个后脚，这嘛一只后脚，这伊个巴肚，哦，这伊两只前脚，好、哦，看不到不表示不存在。他多安样品嘛是啦，看不到不表示不存在。迄只塔口底下，你无去挖，伊敢会变色？伊变保护色嘛，哦。你看袂到啊，但是伊敢有存在，有存在哦。有人讲台湾和美国占领，我也要看到啊。看袂到，敢有表示无存在？有人作天气的啦，吼、哦，有人作天气讲看袂到，就是无存在嘛。吼、哦，这当然迄是实用主义啦。吼、哦，来测验题，什么物件？吼、哦，
我这是疑问题啦哈。什么物件？但是你看袂到，但是伊存在。空气，有，这有影啦哈。空气，够无？电，味，这拢是存在的嘛？哦，看袂到，但是存在嘛。所以，伫这个经验内底，咱知影一个道理，就是看袂到，无表示伊无存在哦。只是伊无用咱会当去接受、感应、理解方法去感觉到伊尔。哦，我会靠一个例，光看袂到，啊，你先看到啊？因为空气内底有杂质啊，空气若无杂质，你就看袂到光啊。另外，我看到日头，迄是看到光的来源。哦，空气若无杂质，你看袂到光。啊，今仔日咱看到这个窗仔外口吼，有这个日光照入来，你是安那会感觉到有日光照入来？因为伊照到桌啊，照到别项物件，反射予你感觉到迄个是光。所以光伫正常的状态，其实你看袂到。啊，你就是有杂质。这种吼，伫摄影来讲，这种的图叫做耶稣光啊。吼，甲耶稣无啥物关系，但是叫做耶稣光啦、啊、，Jesus Light。这种图叫做耶稣啊，所以光你看袂到啊，伊有杂质的时候你就看会到啊。彩虹嘛是呢，彩虹是爱有迄个水珠，吼、哦、水分子经过二次折射，你较看会到。吼、哦、啊无迄个水分子无光，其实你看袂到啊。页面内底彩虹足歹翕的，吼、哦、因为光足微弱了。来解读工具四案例六。006这个可以从中间时间轴的中间开始播。好，这边开始。伊这是外国吼，有一阵啊真流行的一个运动啦，就是讲人吼，会当行伫水面，会当走伫水面，伊速度若有够紧，会当走伫水面啦。啊，因着爱穿迄种迄水的防，迄脚鞋的防水的，吼，啊，伊穿迄个防寒衣。啊，伊讲这个原理就甲打水漂一样啦，他可以跑在水面，啊，这失败的。啊，因为吼，这个走脚无遐紧啊，所以用迄船啊甲拖。啊，走脚尾啊无力啦，就摔落去嘛，吼。Be with yourself, believe in it. 伊讲吼，你要相信吼，伊这毋是奇迹啊，吼，你若跌落去。你个起，啊！你忙叫是你做袂到，好，点开？请问大家，这是真的还是假？真的，真的，请举手。好，假的请举手。哦，好，啊，无举手的真妖气吼，唔知是要讲这是真的还是讲是假？咱伫遮吼，印唔对比较紧啦，吼，咱只是一个迄个。一个咱演讲的一个活动安尼尔啦，这个物件吼，这个要甲咱讲一件代志啊，不要受表象的欺骗，这个是假的，因为人美国专门破解流言、谎言、谣言的节目去做，这是假的，到尾啊，因家己嘛出来讲这是假的，因为伊伫迄个湖的下面吼，有出一块长长的房啊。啊，足浅，差不多十公分的水，吼、哦！啊，伊伫遐咧游船，河船啊游啦，伫遐咧穿什么防水鞋啊，迄动作拢假啦。啊，伊走啥呢？头前有无有一个人走无几步就摔落有无？迄演互你看啦，讲哦，表示讲啊，伊走了无够紧，啊，所以后来伊啊用船啊游，
奥杰，走到下落。啊，咱来想，咱来想，迄个咱若无脱离迄个思想的框架，咱想讲，哎，走到遐先来下落，你足容易你就甲解释啊嘛，就讲，迄个是无力啊，啊，所以就下落啊嘛，我做合理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影片是一个成功的广告影片，但是伊是假的，人无可能惊伊水面啊。历史上吼，圣经有记载有两个人惊伊水面，就是耶稣甲伊大地主叫做彼得安尼尔啦。人无可能惊伊水面啊，那咱惊伊水面内底一个一定有道具啦，吼、哦，一定有道具。所以你莫受着这个表象的欺骗。那有当时啊看中华民国的新闻吼，我看表象，啊，咱会有骗你啊。好、哦，那拢会有骗你。解读工具五来看案例七。这个看了，我会大家问啦吼、哦，真的假的？这是一个纽约的咖啡厅啦，伊。要做一个实验，讲当人看到一个超能力的现象的时阵，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Hi, I got a small coffee. Poppy seed bagel with butter. $4.50. Oh my god! That sucks. I'm sorry. You just ruined all of my stuff.Get some napkins, clean it up, it'll be fine. 你讲你搞我的笔记电脑用歹耶。You know what? Just get away from me. 讲你遐闪啊。Just get away from me. 有比一下就是叫歹话啦。请问，迄个人的扑克是真的还是假的？好，继续。看看，真的啦。我要跟你解释这个影片，真的。我去嘛是吊起来啊，你去嘛吊起来啊，是不是？迄个桌仔的叮当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啦。迄、那个车落来真啊假的，迄、那個、不倒落来真啊假的，真的啦！我要让大家看的，就是讲这个事件，迄、那个代志发生是真的，假的是啥物事？是迄个人的表演。迄、那个人的表演，互你感觉，伊有迄个气力，互迄个人扑起来；伊有迄个气力，互迄个刀啊走出去。一击一声，有迄个气力，和迄个刀甲遐切落来。即、這个，咱讲编即个剧的人吼，主要要互你感觉讲，迄、那个查某囡仔有一种超能力，会当控制迄个物件。即、這个部分是假啦，即、這个现象是假啊。但是迄个物件落来，迄、那个人扑开，迄、那个真的意思是，任何人去，若莫超过迄个重量，拢会起来啦。安尼了解无？吼、哦，唔是讲，即个查囡仔伊真正有迄个能力，诶，即个真呢？我讲的真呢是迄、那个现象，迄、那个道具，任何人去操作拢同款。我若摕着迄个桌仔遥控器，伊嘛会走啊。安尼理解无？
吼，咱咧看代志，看真诶甲假诶，咱讲啊，这假诶，我著知影啊，我相信哦。你若毋知影伊遐布置诶人吼，你迄工若去买一杯咖啡，你往哪车倒？是毋是？因为你会惊着嘛，第一个反应惊着嘛。伊有三个阶段嘛，人扑起来，刀啊刷走伊，啊，迄、那个刀落来，吼、哦，当然伊有临时演员伫遐，都啊假啦，吼、哦。迄规局设规个局吼，只是要互你感觉讲，迄个左囡仔有迄个超能力尔。所以咱来看物件吼，真个假个吼，莫直接判断，咱去观察。有诶事件是真诶，但是有一个人咧操作，就是假个。魔术强仔用这种原理啦，吼、哦。所以表象的背后有真相，吼、哦。咱也毋知的人，咱拢想讲，哇、哦，这左囡仔遮厉害。你袂感觉看电影，所有的超人都在美国，美国的超人都在纽约，有无？哦，所有漫画内底的英雄啊，拢是伫迄个美国纽约遐，表示即个纽约罪恶贯满，所以需要迄个英雄来救，敢是安尼？哦，表象的背后有真相啊。来看案例吧。啊，看有英文的人就大概知影这个是什么物件了。注意看哈，这是一个魔术啊。Okay, let's see. I'm going to go for this card here. Okay. 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 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And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Do a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 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the cards have got blue backs. And that is the amazing color changing card trick. 好，暂停一下。一共哈。伊这唔是，哎、欸，那个影片要继续放哦，哎、欸，伊讲这唔是干那一个变，甲这个扑克牌变魔术，甲一些变过这个魔术，伊讲唔是这个意思啦，吼、哦，啊，伊其实这咱他拄啊看的过程发生足侪代志，但是你的焦点伫扑克牌，你的焦点是啥物货？就是迄个镜头。好，你看到的物件啦，迄叫做你的焦点啦。好，来继续看。伊讲有四个所在吼，已经识变过啊。这个所在，好，第二、第三、第四，注意这四个所在识。一开始安尼嘛，有无？啊，伊安怎变的？Hi, I'm Richard. 伊用另外一个镜头，你看。Form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with this blue-backed deck of cards. Now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Right, okay, let's see. I'm going to go. 伊镜头其实是翕你遮无？ Now Sarah.啊！但是伊镜头搁转来时，你根本都袂记哩，伊到底他爸穿啥物颜色的衫，有无？啊！伊今摆换一副牌，当然嘛，规副牌色拢变过啊。我把倒金搁换。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red backs. And that is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呵，这跟我们说什么话？焦点和转移焦点。咱现在看媒体都这样，你现在在报什么话？油嘛，现在媒体焦点就是油啊，啊，上一期啊，什么？毒淀粉，还有没有？哦，洪仲秋也很久的，有没有？那都焦点哦。啊，他后面到底什么东西在转移？有人说洪仲秋后面就是去用什么一个法要什么三毒通过了，我不知道啦，哦。咱注意，咱只看媒体，是安怎一件代志，做细项的代志，会安甲报甲做大项。一个歌星郭新怡，啊，一个演艺人员郭新怡，哎呦，安那报足久。啊，咱新闻都拢无啥物看头，啊，无啥物国际观啦。焦点转移焦点，所以咱看媒体时阵要注意，到底即卖焦点是啥？啊，后边是毋是有啥物代志在转移？吼，哦，所以解读要帮助大家解读解脱，就是伫这个部分。所以来复习一下，第一，看到的与你想的不一样啊。第二，看不到不表示不存在。第三，难得跳出原来的思想框架。第四，别受表象欺骗。第五，表象的背后有真相。这样，好不？塑化剂、毒淀粉、毒掺和、劣质油，啊，这政府在创啥？台北代志逼出来的时阵，啊，李伟卡去堆，请问这政府在创啥？啊，咱一直投票，这政府啊，要开始改道了未？咱休困。找文章，各位好，文章起立。